革命的时候只是纯粹的对于社会跟环境跟体制的不满，因为我年轻嘛，我有很多的冲劲。你成长的地方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做的抗争是很直接的。革命这种东西不是不好，就是年轻人的时候必须要有。可是我们是不是要觉得传达的东西是更重要？因为你自己的情绪是只有你自己，可是传达是你可以慢慢把很多东西传达出去，你的理念啊，或是你觉得好的东西传达出去。所以那时候 Voice。才开 Voice，然后才把这个名字定出来，叫声音。对，然后才开始陆续想这些东西。那大家可以发现，其实，在我大观园外围，都是以商业用的空间比较多，而居住的空间就是在大师范内侧部分。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荆州商店，其实它也存在很久了，大概上吧。这边的学长姐们也有访问，就是当地住在这边居民，因为不管怎么样，人还是最重要的根本。然后鸟园其实是我们这一区里面最有特色的一个中庭空间。以前这边是房东跟房客同住的比较重要的地方，街道。我刚刚稍微提到，就是尺度很小，大概1米到2米左右。这边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的街道会让你觉得很错乱，然后没有方向性，所以你会不自觉会觉得这边好像很大的感觉，但其实这边这个占地大概大观园部分才100坪左右，其实是不算大的。其实我们这边已经开了12年，如果要严格来讲的话，加上最早的话，应该已经快20年。最早一个叫做革命唱片行在这边，对，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文化这种东西，你必须要深入到生活上，要不然的话，我们都是你知道有阶级，大家都是有阶级，那我们不希望把文化变成阶级，也不希望把艺术跟音乐变成阶级，所以当时我们就回来这边，就是暂住这个地方，对不对？也不说暂住了，等于说我们在这边扎根，那我们要办什么东西，就可以很快住到什么。议题问问题，所以才会想要开这样的店。这问题很好玩，其实很多人问我。其实一开始我想要开这个店，其实纯粹对这个地方不满，因为我在这边长大、出生长大，然后我发觉为什么我20岁的时候这个中立这个地方还是很无聊，然后到我25岁之后中立还是很无聊，没有任何的书店，因为我喜欢看书，我是学广告设计，我本身是学设计的，所以我。所有的资讯我都要去台北，要不要去国外？结果我们中立是什么都没有，我们要买书也买不到，买唱片也买不到，买电影也买不到。然后只是因为基于不会恨，你知道，恨自己的地方、生长的地方，竟然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然后10年前是这样，10年后还是这样，所以我就自己跳出来。就是很直嘛，爽就来，不爽就不要来。以前的纪录片也是这样子，就是他就很真实的记录到当时我的想法。这家店2001年7月7日，2年2个月。飞吧，可是我想，大家知道，
天可能没有半个人，一天可能人多的时候可能三五个人，三五个人就是多了，因为我没有钱啊，全部都要自己弄，所以东西很空。因为我发觉以前那个晶片就很空，缴四个月房租就缴不出来，要用押金去抵房租，所以做整整半年是这样子来的。就跟房东讲，我真的做不下去了，那个你也不要退我房租了，押金了，那你押金可以直接给我抵两个月，就这样子，时间到了撤，把东西搬走，搬回家，就这样。革命宣言，中立人的悲哀只有生长在中立的人才知道，现实的人终有一天会被现实所击败，不愿妥协的人只好在自己的所热爱的土地上拼命的努力建设。我们只想好好的做一件我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就算有一天会死亡也无所谓，其他的废物你们是永远不会懂的。 Fuck， 不光只是 free， 还是要有 freedom， 该守住的总是也得好好守住才行，只会讲大话盲从虚伪的人你们都滚一边去吧。所以当时印大印很多，然后贴门口被人家撕掉。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会在中闽那边 Voice， 它里面办一个小市集这样子，但是后来觉得应该要跟就是大观园的社区有所连结，所以后来在几经探访之后，就跟大观小农一起合作，那就把它拉出来，然后持续的每个月第二周的周六都会办这样子。这边可以再一个人。剩下的还可以在里面。里面吗？对。看的可以采选，只要在外面聊。其实我认识中闽很久了，我大概大二大三就知道 Voice 在原本那个夜市里面。那时候他其实那时候就常常自己搞一些就是比较特殊的二手那种二手书的小市集，像中闽或者是像我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边缘人这样子，非主流的文化，所以反而在。这边能运用到的，就是因为大观园现有的，可能以前就是还蛮多居民的嘛，然后军队撤走了，然后也没有生意，也没有干嘛的，他们就是也慢慢的离开，然后这边就荒废了这样。那我们能运用的，我们就持续运用。所以其实从那时候就开始有慢慢的在做这一块。对，所以其实真正施工的单位，就是真的为那边做的清洁。跟设计都是建筑系跟大湾小弄那个顾德伟，那我们的话他们都是属于活动的支持结合的支持，这是我擅长的，大家各分其位，各司其职。
因为这个东西很多人都比较不晓得。然后我们有拍了三支影片，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请大家讲一下。那边讲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边播放这些影片。那我们就欢迎大家。嗨，然后那个大家好，我是明宏。那我之前做了就是比较多的一些音乐策划，那我自己都会把我每一场的这个所谓的企划当作是像小孩一样。在去年我结束了我举办了5年的发条音乐节，这是我在做发条音乐节的时候带着让东南亚移工来到现这个跟台湾人一起享受音乐的画面，那又或者是让观众。等一下，林浩讲完好不好？票投李明宏。好，我是李明宏，我的绰号叫苗哥。我不是一个桃园人，但是我来到桃园这个地方之后，发现真的有够无聊，真的。然后我想要把我在参与很多活动或者音乐节的氛围带到这边，跟我的朋友们分享。不论今天就是一个小朋友嘛，我的印象当中啦。就他进来那天晚上，他一个人进来，然后问我说：“如果我要办一个音乐节，我说如果你想要办一个音乐节，如果你只是想要办一个学校活动的话，你就不用来找我，你就自己去找社团。”然后大概进去不到几分钟，大概一两分钟之后，就出来跟我的 partner 说他可以先离开，有时候我会先在那边聊一段时间这样子，然后才坐下来才开始聊，所以那时候才开始把他规划整个发条音乐节。的最主要的核心的结构，因为大概钟明就跟我说，就是音乐节可以跟它是跟文化有关，跟地方做连接的事情，它不只是传达音乐这件事情。怎么办一个大型的音乐节？所以从第一届开始，我帮他去找了很多，那时候有找美国的，有找法国的，所以那时候连纪录片那个拍摄者都是我们这边的客人，然后他再去找一些补助。环球第一年的时候都会问过钟明吧，影片场地的规划有一些被其他那种业界大人啊厂商欺负的时候，就是钟明都会帮我想办法，或是告诉我可以怎么去解决，就是用大人的方式去解决。因为第三年其实做得很好，因为我那时候丢给他一个新住民的议题，就是你要用各种新住民，然后后来第三届就用新住民，所以那一次真的他把它发挥起来，我给他一个想法，他把它发挥出来，很棒。对我来讲，其实发条最棒就在第三届。可是第四届为什么会吵架？是因为他之后要办，他把它扩大。哦，因为那时候我想要办那个双舞台，就是这是我们其中一个舞台。然后，因为我们第三年的时候就搬到，因为我们第二年的时候就搬到大草坪。然后我想说，我第四年的时候想要把这个舞台也纳进来。那时候那个钟明就觉得说，我们好像做太快了，因为
你没有先把一个主的东西稳住之后，你就要去扩充。中正公园是没办法做双舞台的，因为你那动线拉太远了。啊，你人穿流穿去，你就被消灭掉了，你就被消灭掉了。而且你把摊商被切成这样子，你觉得摊商生意会好吗？因为不够集中啊。但是因为我永远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下一天，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当下真的想这么做，我就得要去实验看看。也许他的心态里面会有一种牺牲者，就是啊，我只剩这两年了，或者这是再玩这两届的。也许某一方面，我是没有问他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就是要赌。我觉得对啊，你可以赌啊。可对我来讲，如果要挂 voice 的话，就不是赌了。我们是尽量做到好。哦，因为我们始终没有所谓的稳定的经济状况，或是这个收支平衡一直没有达到非常的好。每次都非常的惊险，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每一年都像是最后一届在办，是就对啊，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每次办都是把它当最后一届在办。那当然，直到第五届是我真的决定，那就是最后一届了。今天的绕境，我们从小舞台走到这个舞台，意义是。因为在那个小舞台是我们第一年办音乐节的地方，是我们的开始。我非常不喜欢政治，但是我在这一次，我邀请了桃园市的市长郑文灿。我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不会再办了，但是我想留给桃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邀请市长，我希望他能改变这边的环境，我希望他能改善公园的环境跟法规，以及。不是只是给资源，而是给大家更好的环境，去发挥自己的理想。最后，跟我一起喊：谢谢八条音乐节，好不好？好！一、二、三。那时候是在花莲的瑞美村啊，那因为在花莲比较没有什么机会，家里孩子又多，那我哥后来选择分发的地点是在桃园的八德，家里呢就陆陆续续的就也一起搬过来，这样全家人就挤在一个国小宿舍，因为我是三岁过来嘛，我的玩伴很多的时候就是我哥的学生这样。然后他们下课之后，我就没有什么玩伴了，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是跟自己玩这样。对，然后你可能是拿到一个小东西啊，你就开始编故事啊，干嘛的？像有时候也会剪一些胡子啊，贴在脸上啊，然后拿被单，然后自己开始演戏演起来。对，就是一种素朴的那种想象力的话，可能就是来自于那个时候。大家来到陆传噪音的现场。那在白雾里前进的人，白雾的前方也许有东西，也许没有东西。不过这样清楚，你所踏出的每个脚步是在土地上的。我
我觉得在白雾的前方，不管是什么在等着你，那都是一种幸福。马路人噪音，噪音计划一开始是有个邮差，他叫做嘉义嘛，对啊，一开始他是有参与的嘛，对，那他有那个效果器等等，会做一些噪音这样子。前两场他都有来这样，第三场的时候他就没有出现了。然后我想，因为没有效果器嘛，所以我想让这个整个现场能够有比较大的那个的一个精神的能量，所以我就把行为跟剧场的概念加进去，这样，所以才会有那一场这样。带鹿头念死，然后旁边就是即兴的噪音这样。不管是大地的雨露，或是长辈的眼泪，都是这么清澈，然后滋润着土地跟我们的生命成长。那是什么原因让这个雨露变成污浊呢？然后我们长辈的眼泪也浑浊了。之后，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啦，所以后来你的同事也不是这类的人嘛，所以换句话讲，你可能在职场其实很像在国小的操场那样，对，你也没有什么玩伴那样。感觉是唱一唱会让人家想冲上去那种，一起搞的感觉。对，我就戴口红来。你可以戴口罩。戴口罩，然后口红，然后嘴巴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然后听子可以进来。他会不会越唱越害怕？真的？这什么鬼？什么东西啊？有个拿口红一直狂画自己。对，那边。因为我看他还蛮女性主义的，我就戴口红来。它东西很像水力救世，对啊，我就戴口，然后开始涂口，快越涂越大，越涂越大，越大。不知道他会怎样，就是我也没看到过。他第一场就毁掉我们这个，以后不再来台湾，以后不再来，不会，搞不好就这样子进发展到嘛，那菲律宾的，中明宴就发展到。好，我要讲我名字，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常去 voice 啊，就比较多交集嘛，对，比较有创造性的事情会发生嘛。那因此我就看到他以前的革命纪录片，然后再加上我本身是做艺术的嘛，对啊，然后你就比较容易触发一些东西啊，然后于是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异议者的夜晚》。致革命 voice， 然后送给他这样，对。异议者的夜晚，致革命 voice， 像残了的一条腿，伸进太长太暗的裤管。经过漫长夜的甬道，已经踉跄了多久？我们仍要抵达自由之丘，在夜暗边陲的巷里前行，脚摩擦与打湿的路，再没有多余的什么可以被拿走。灵魂受为一根火柴，没有任何尖叫，
没有丝毫灰烬，坚定燃烧起来。当烈火彻照四周，这里不再是边陲暗角，而是紧握人群的广场，紧握声音的战斗，愤怒齿牙，无刺现象，一尺一杵，崛起失落的意义，让信念长出人民的风景，同理土地伸展，在时光暴雪里前进，蚕食冰冷昨日，用热血啄一遍，复用行动辩证，去实践黎明，我们新生产的思想与革命。游牧影展说，还有进一部电影叫做《Swim》，它是冰岛的60年代迷幻的纪录片。所谓的那种嬉皮文化跟自由主义、存在主义跟反战，它是全世界都传达出去了。然后只是说拿到这些东西之后，他如何去传达下去？因为要做生意嘛，到后来要为了表演谋生，然后开始练团。连德国也有，德国那时候60年代都是。那我可以接下来放那个刚放到一半的。前面3年几乎1年都没有休，每一天都在筹房租，甚至我下班被车撞，然后去急诊室挂完之后，就包扎完之后我就继续来开店。然后我爸会觉得你在干嘛？我说，因为我有理想，我有后面想要做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必须撑。对我来讲，我算是一个实验，每一个客人都有他一个不同的东西，他会的东西我们不晓得。当我知道之后，我就会跟他去。把他拉过来，我们两个来做实验，留下东西来，然后不同的东西。你可以说我害到别人，可是至少我们做到了。它不是零，它是有0.1。我是想要去创造那个0.1的可能性。算是一个，就像有一个就是随时可以靠岸的一个避风港，对。然后所以就是第5年，我觉得，我对，也许是一个我要准备起航了，正式出航了，是不是？不过马上沉船。之外，它提供了另外一个创造力生产的可能，对。那当然，那个创造力生产的可能
更大的动力必须是客人本身嘛。对，我觉得可能 Voice 现在的活动都是从龟蛇蛋来的。对，但是很有趣，就是它虽然是龟蛇蛋，可是如果你真的一旦你把它实现的时候，它其实是很屌的一个东西，就是会很有趣的一个东西。